大件一单啦哈，那是都无买到的，真应该一大件。那人有一个，人七九岁，人是人好好在做，互人感受到人知影讲，真高端有在做社区的关怀。OK， 我报告到这站为止。啊，我们十二月三号拜以来，咱是放假有意之营。那Vin 的今日在参加我人真。九点到五点，一字营，一二三，一字营，啊，这个宝贵，那是无代志，无危机，会使来参加我啦。带仔去来帮，店里头那边托儿所，五点带去就对了，啊，那个对了，啊，九点到五点，我们有很多的游戏，啊，等下才讲 ，OK， 那卖给了，等下跟你讲哦，一下了就传道来为了咱分享上帝话，啊，我卖给伢一点声，咱拍手欢迎伊，好不？阿门。感谢主啊！感谢主，感谢教会，感谢牧师。这是我第一摆来到这边教会来分享神的话。我头一摆来时，甲大家讲，咱牧师真啊大胆。啊，今日阁是安尼大胆。头一摆，伊请一个无名晓讲福建话的人来讲福建道。了，test 到了味素了，第二摆阁请伊阁更加大胆个，我讲，咱真啊感谢这个机会，会使来服侍。弟兄姊妹，当咱今仔日来到神的面前，咱祈祷无，来准备咱家己的心，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神的话。主要说，咱感谢你，因为这是，你家己建起来的教会，和弟兄姊妹会来到这边来敬拜你，会来听你的话。咱为着今日这个点声，感谢你，咱将咱家己的心交到你面前。我准备咱的心，或者会顺服你的心来听你的话，咱求你的圣灵来充满这个所在，来充满咱的心，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好，今仔日我爱分享的题目是常常喜乐。这个题目不讲重要无？OK， 来我家己记吼 ，OK， 感谢。但有即个有人有甲我讲，我是卖做一个喜乐的人的有无？有人讲我卖做一个喜乐的人的，无啦吼应该。啊，是正常的人，是也就是讲，我爱做一个快乐，爱做一个喜乐的人，这是也对的。但是安怎我地方要后尾放一个问号呢？话讲起来，咱达人爱快乐，咱达人爱喜乐，特别咱当今，但是咱活伫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，真啊侪压力，咱的物件加了起价，特别咱的工资无起价，无论分起价，啥物物件拢起价。古摆查某人都厝煮食，都厝顾囝，安尼款就会了。特别当今的查某人，阮爱出去社会去做工，爱甲大波人来。竞争啊！当今有总统，有首相，不如查甫人了。那当今查甫甲古拜的查甫无像了。当今的查甫是较有压力的，对不？姊妹，同意吗？这个是也对的啦。安尼坐压力的这个生活内面，那有可能逐日常常喜乐无？这是不是咱圣经内面讲爽爽尔咧？未足够的咧，安怎讲？咱今仔日爱来看，到腓立比书内面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内面，咱来看保罗是安怎讲到这个喜乐，伊安怎会喜乐，伊为着啥物会安尼喜乐？我讲淡薄这个腓立比书伊的背景。那保罗写这个。会的是腓立比书的是伊是基督徒，有人会知卡古经啊，坐卡古经，这边有人坐过卡古经哦。牧师们都坐卡古的是双无啊，正常的人无人会去讲坐卡古的是我坐到真正快乐，我坐到真正喜乐，应该是无的啦。可能你是好了解你的正面思想，会想到我坐脚久啊，好啊，安怎无好，真苦气，甘免做，有规矩啊，你真啊喜乐。可能你是安尼想，我哩未讲啦，你真啊好了。
那边啊，我教会本有一个人，古拜是啊，数袂稳的，伊嘛是做骹骨侪二十年，我问伊爽无？无人会讲爽的，无可能。那保罗是安怎坐了坐骹骨的时，伊会写个写常常喜乐的？安怎伊会讲个讲啊安尼有信心讲会常常喜乐？咱今日来看。腓立比书啊，那有圣经哦，咱来来开腓立比书啊，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八节。那我是无咩要用福建话来读啊，我啊 try 啦啊 ，OK， 咱来慢慢看。汝人爱靠着主常常喜乐，我来讲，汝人爱喜乐，爱予大家看出汝谦和的心，主已经尽了，应该无烦恼爱。哈密斯本就要祈祷祈求，带着感恩的心，将咱爱的物件来甲神讲，安尼神就会赐予咱超过人会了解的平安，都记录耶稣内面保守咱的心思意念。要不等一下，凡是真实，就是真实的啦吼，庄重的、公正的。纯洁的、可爱的、生育好的，无论是什么美德、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。所以，咱短短这个经文内面，咱来看，保罗是安怎讲到这个物件。阿妈来讲，咱人逐日日本有无好，啊，唔是讲逐日日啦，常常有时阮有无好的代志发生到咱身顶。啊，无好个代志发生到咱身顶个时，咱会喜乐无？会欢喜无？除非汝是痟个。汝有看到倒路径头毛长长，三分一呾乌个话，逐日即阵笑个，家己讲话，家己讲家己爽，家己笑个。啊，迄个是功夫啊，讲起码干个咧，啊，会痟个就是安尼款。但你正常个人，汝多做工个时，互汝个头家错，互汝头家骂个时，汝出来。不爽啊！不爽。那安怎会常常喜乐呢？今仔大人今仔日爱看，这个喜乐，甲咱人逐礼拜讲的快乐是无同款的。喜乐甲快乐是无同款的。快乐是啥物？快乐是一款由外在因素来影响咱的，就是咱有时拄着讲粗淡薄是鸟人啦吼，拄着无好的人，互咱无欢喜的人，有拄着无好的代志的时，咱会影响咱的心情，拄着袂快乐。那较侪人是无袂快乐起来啦，拄着安尼款的代志的时，即款是快乐。快乐是互外在因素来影响，但比喜乐是一个选择。安怎讲呢？保罗到第四十这边讲，你们要。常常，你们要靠这主常常喜乐。你们要，就是安尼款讲，这个是一个选择。为啥经爱喜乐，还是爱喜乐？有的人是经逐日只坐了厝内面，家己讲，家己真啊可怜，家己自怜呐，啊，伊真啊享受安尼款的自怜，家己嘛行出来嘛是有安尼款的人。安怎呢？因为逐日只安尼款的有人，教会人逐日只来看伊咯，牧师嘛逐日只来为祈祷，啊，安尼款有人注意伊咯。有安尼款的人个啊，啊，或是菩萨安尼坐，你应该有看过安尼款的人啦。那么，这个喜乐是比快乐更加深的，更加深有深度的，比较深一层的。那但比喜乐，无得着讲，咱逐日基本是嬉皮笑脸，无得着讲，你面逐日基本是笑的。但比你心内面有可能是喜乐，但比你无得着逐日只安尼个笑着。安尼就笑，喜乐是无受外在诶即个因素来影响，无管是虾米代志发生，咱心内面阁会喜乐。但比有无好诶事情发生诶时，咱毋是为着迄个代志本身来喜乐，会明白哦。咱也是讲，像我古摆有甲乱讲，我家己诶老母着 cancer。我听到我老母得 cancer 的时候，我会快乐哦，我会喜乐哦。我喜乐不是为着我老母的 cancer 本身，
特别我是为着伊轻生背后会带来的祝福会喜乐。安怎讲呢？因为我嘛着轻生之后，咱的家人今日就啊变得更加亲密，真正亲，咱会去啊翕笑影，咱会去翕全家福安尼款的物件。不是因为安尼款的代志发生的时，我嘛也去庆祝。当老公厝，我亲手为伊洗礼，那我是为着安尼款的物件喜乐，唔是为着伊轻生本身喜乐，迄个是半袂惊啊，真个真是。啊，有人诶嘛轻生，感觉感谢主，迄个是无阿面对啦。咱是为着无好诶代志发生伊背后，带来诶祝福诶喜乐，会知无？安尼款是啊喜乐甲快乐诶啊分别。那么，特别咱还不是爱看。这个喜乐，喜乐的人爱有一个理由才会喜乐，对无？咱做咩物件，我的背后爱有一个理由，爱有一个理由，咱才会去做，咱才会喜乐起来。咱当今安尼款的社会，安尼款的世界，安尼款的政治，安尼款的政府的事，咱有啥物物件，有啥物理由会做咱更加会讲咱会喜乐咧？咱有理由喜乐无？保罗是因为主已经尽了的喜乐，哎，主已经尽了的喜乐。那今仔日我今仔日来问你，你为着你听到主耶稣爱来了，你有喜乐无？哈哈，无人敢讲。啊，这就是当经济的问题。今仔日几多讲，我真的爱主，我真的爱主。我真正爱主，特别讲主耶稣爱来了，伊唔敢讲阿门，安怎呢？啊，阿未娶某个人讲，喂，主耶稣妈你进来，我阿未娶某个，那姊妹讲我阿未嫁个，那结婚的人就讲我的囝阿未大个，我的囝阿未去大学个，我的囝阿未这个，阿未娶媳妇，阿未生囝，阿无生孙，阿我抱个，啊，妈你进来，耶稣不等不等。这种启示录里面后尾有一句话讲啥物？主你快来！啊，这句话是真啊济同经基督徒唔敢讲，主你快来！咁慢慢你紧啦！我才买厝尔，啊，才买一间500几千的厝，厝内面有只古子，真嘛是金的，啊，未用着你爱来，安尼看我无享受着，啊，安尼看来问咯，咱爱主的心。是真的安尼爱主无？在问啊，还是今仔日就讲主耶稣爱对来了？还是你会保留来讲？望你见，望你见啊！啊，看在问你家己，你是不是真的爱主？当今这世界有两款人，会为着主耶稣对来真的欢喜，是两款人。头一款是爱主的人，真正爱主的人。这边有多一个。姊妹的翁是出去外口做工的，啊，翁有出去做工的吼。那翁出去做工的时，你心是安怎想的？啊，你问你家己，你心是安怎想的？你讲哎呦，屁股都无够好放西啊！啊，假使讲，逐日只敲电话，老公，我想你，我紧紧转来，你快回来，安尼款呢？啊，你就爱问。暗暗吸巴拖无久的人会安尼款讲啦，打打即款哦，打打即个讲电话，啊，12点出到12点半暝搁敲电话，就是安尼款，咪四岁头加变妇女的，就是安尼款，安尼款的小人哦。特别教员侪年过后，二十年、30年，迄老的气哦，气骨也无够好个，啊，我甲我的姊妹去熟兵，啊，都骂你咩对来，啊，你只是爱问路阿姨哦。当然，咱不是安尼款啊。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有讲紧啊，紧啊！主耶稣，你紧来啊！无啊，真侪人唔敢讲啊，因为还未享受到。啊，因为当今安怎，咱个人的生活过头享受了。因为第二款的人，会真正希望主耶稣紧紧对来的人是受苦的人，受苦的人。而咱当今教会的话，会讲安尼大了一个。搁有安尼水电视机，啊，咱无啥物逼迫啊，政府也无来插乱啊，咱我是慢慢变煮来煮舒服，咱个协调啊，无逼迫无啥物，啊，
真正受苦人啊，一摆你看，早阵啊，较早个教会，伊人逐日讲祝你快乐，祝你快乐，是安怎？因为伊人受逼迫，当然教会无。当今咱个社会，哇，出来有着水就做着水啊。特别你真正想看，咱有拥有安尼款个物件，是毋是啊？值得咱去欢喜个咧？安怎讲呢？咱若是地下姊妹有买新厝，接厝个时，啊，逐个人接起厝个时，哦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买新厝，哇，水哦，落厝，哇，真欢喜起来。特别你换一个角度啊，伊甲伊讲，恭喜你啊！你欠银行300几千，你公家来可能600几千，你揣到银行甲伊讲，你当今是为银行做工啊，在落。啊！我当年不是买厝，180000的厝。我看银行，互我看，伊讲我讲到来是300-400千咯，差不多是差不多了。啊！但是有人一找出来，较恭喜你啊！你当年欠银行300几千，你会喜乐起来无？啊！你是真正会使讲耶稣，我今日无来。哦、啊，就是我无讲了，我是要虾米来？啊！你看我免讲了吗？对无？啊！啊！你看咱上面行的方式。活了就无常了。咱卖主耶稣对来是，当今咱享受过头了。咱无真正爱主了，咱爱啥物？灵气，咱个厝，咱个兄弟，咱个某，咱个翁，拢爱过头了。比都将伊把阿比主搁较悬啦。啊，咱慢慢咱个心变了，袂喜乐起来，咱无理由爱喜乐起来啦。啊，有啥物理由会喜乐？无了。讲我主耶稣来是惊个未死，第一我第一好买两万个，三年进来，啊，咱来问你家己，你嘛是真正笑袂甘？你笑，你无出去个时，你安出去个时，你爱伊紧紧对来哦，可是，起就孤独好，哪孤哪好，啊，哪肥哪好，安尼款，是不是安尼款？莫笑，听真无？主要所对来的是，咱个世界会变安怎？主要所对来的是无痛苦、无目屎、无咳嗽。咱大波人不免做工、做工半死，查甫免生囝、生囝半死。应该安怎讲呢？从创世纪内面讲，从今咱人犯罪过后，咱大波爱做工汗流浃背，才能糊得口饭吃。查甫特别忍受生囝的痛苦。变真侪人生过囝，生囝有爽了，有人讲爽了，真正痛。这个因为是有咱人犯罪过后的结果。特别主要说对来的是，咱入新天新地的时是无痛苦、无目屎，是无痛楚、无病痛。咱若为着安尼款的命，咱就喜乐起来。你想，当今咱逐日只来做工。做个像牛，做个像马，安尼款个事，你想？未来主要说对来个时阵，咱个生活是无相。啊，咱来个淡薄较实际个物件，咱个安怎喜乐？阿妈是无理由喜乐，当今是喜乐的途径。靠了主，第四章里讲，咱爱靠着主，常常喜乐。靠着主，迄个原文啊，希腊文内面是讲。在主里，到主内面，到主耶稣内面是相，原文是相这个字来，也就是讲，当人离开主耶稣以外，你得到是找无喜乐。就像咱福音书内面有一个浪子的故事，记得咯，浪子的故事，迄、那个啊，细汉的囡仔甲伊老爸讲，你给我钱，我的财产你都经给我。我离开你，我爱去安坐，爱去摇头。要到结尾时安怎？你有真正找到喜乐？有真正找到幸福啊？无，伊倒转来找伊老爸。就是咱当今的人，本是安尼款。咱要求咱个邀请个朋友来教会时，伊讲卖啦，哦，啊六早起啊，礼拜早起卖啦，啊六暗暝摇头。要到天光4-5点，安尼款8点早起、9点早起、10点早起，安怎去教会？袂啊，摇头摇到袂醒了啊！安怎去教会？
啊，人当今用真啊侪方式爱去找快乐，爱去找喜乐，是个是当耶稣基督以外的物件。特别约翰福音，安怎甲咱讲？我是葡萄树，不然是啊，会当塔子。你们是枝子，啊，住在我内面，我阁住在伊内面，伊哩结出真侪果子，因为离开了我，不然变做啥物？即句话真啊结啊！咱离开了我，啥物本袂做？离开了我，啥物本袂做？也就是讲，主要说甲咱讲，也是咱无到主耶稣内面。咱是找袂到真正的喜乐，咱喜乐袂起来。咱用咱的工作，咱用咱的婚姻，咱用咱真啊侪物件，咱去摇头也好，啥物阮好，有个人去赴白婚，找有幸福无？任何都主耶稣基督以外物件是找袂到喜乐的。啊，咱安怎大了主耶稣基督内面呢？啊，有时样人真啊是啊讲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到基督内面，到耶稣内面，啥物到耶稣内面呢？安怎讲呢？无啊！我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七节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有人找到在读无？用福建话来读者。你若想到伊我内面，我的话嘛想到伊你内面，愿你所愿意的祈求，就予你能成就了。啊，这个真啊简单讲，安怎大了耶稣基督内面，就是用将伊的话藏了咱心内面。咱安怎将主耶稣基督的话藏在咱心内面呢？读圣经咯，无刷卡的啊，弟兄姊妹，无刷卡的。这边有大家在读圣经的无？一礼拜读几摆？啊？会使较诚实来讲，有大家在读哦？无吼？后壁有大家在食饭哦？有哦？啊，要咱真好笑啊！咱的身体爱逐日食饭，特别咱的灵，咱是无会食的。啊，像到拜祖先安尼款，手一到十个拜尔。那平常时咧，会枵死去。啊，咱的灵不是需要神的话语来充满咱的灵。咱的灵无会物件食，无神的话语则去，安怎大条主耶稣基督内面呢？啊，咱逐日食个时间，咱食个真啊欢喜。啊，这个吃，那个吃，学生已经无时间。特别叫伊找好料物件时，都变恁换车换到不去当阮去吃海鲜，阮会使。啊，你回阮有时间无？特别叫伊十多分钟，学生已经无时间，困袂醒，无时间，来去倒位无时间。啊，好笑。咱个大条主要所去到内面，特别卖学生经，安怎将伊话藏在咱心内面呢？未，啊！咱读的时，毋是讲安尼款读清清楚楚读过就是了了，毋是安尼款的。咱读圣经的时，爱去啥物？默想，福建话安怎讲？默想，有安尼款的是？思想，爱去思想神的话语。像咱食饭，拢毋是用杯安尼款，甲了囥入去，安尼吞，安尼款吞，啊！你是蛇，人是爱慢慢咬，蛇无像，蛇是直接吞落去。会消化无，会未消化，那是两工个啦。食了灵芝，啊，特别咱人食物件，先慢慢去嚼，慢慢去嚼。就是像咱读圣经啊，你看咱慢慢去思想。那思想，咱这神的话，敢若有啥物关系？那安怎去用伊？你总也是要用伊，啊。只要读，有个人是读圣经读真啊济，可能脑真啊大，特别身体细，那就叫啥物？黑咧，外星人，头大身细。读真啊侪圣经，特别无做出来，嘛是无用。啊，安怎讲呢？十五章十第十到十一节，这边讲，含伊咧。咱
但是如果总是我的命令啊，命令，就必定住在我爱里面，正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爱里一样。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，好让我的喜乐存在你心里，并且使你的喜乐满意。那今日心里面无喜乐是为着啥物？因为啥物？没有遵守，读而已，没有遵守。那他个真大，这边无大，身体无大，我去遵守，我去遵守神的话语。安怎大着主耶稣基督里面？要那是你遵守我的话，我的喜乐就大在心里面满溢出来。摸出来，像我迄以后水啊，你看呐，会流出来啊。流出来的时阵，咱边仔的人就会感觉到咱基督徒是无信。这边你去想，有基督徒有遐无信主的人，会因为你逐日一边长长边臭臭，啊个苦瓜安尼款，伊来信耶稣，无可能。有可能话你看呐，都。哇！那信耶稣人，他这个面安尼苦，我莫想伊安尼款。我不会啦。咱当然是看到，哎，安怎新做人安尼快乐？来教堂会唱歌，唱歌安尼大声，唱歌走声，都袂要紧。啊，安尼快乐是安怎嘞？安尼快乐人就会想，安怎信耶稣安尼好？后面真正好，真正好，安怎好？咱逐逐日叫唱真正好的是，特别咱有咱个，你若是上房里面。真正好，爱真正好，真正好。你会相信你家己唱的了？有真正好，若是真正好，你面袂安尼长了呐？当然，你面安尼长。啊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真啊简单，特别是无相干的物件。伊讲，咱爱活着，主要从伊度内面在读伊话语，卖分段。啊，即啊，人讲圣经是真啊办，差不多是面对个安眠药，开圣经尔，读落有困了，佮无副作用，够好，读。爱佮会用困咯，读个名利位置，这里睇迄个，这里睇咧，这里说迄个，这里听迄个，即个困啊。那是咱逐日看着咱个圣经就要困。我们安怎将伊话骨藏在咱心内面？咱无神的话藏在咱心内面，咱安怎有喜乐？安怎喜乐满溢出来？无可能。但是咱无去遵守，无去做咱读的物件，安怎有喜乐？真啊简单，爱抓到主耶稣基督内面，就是读伊话骨去做伊话骨，安尼简单。你莫去想甲真啊复杂的物件，你免做甲敢若马戏团的，拢在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无安尼款的代志。真啊简单嘞，读伊偌久，做伊偌久。第二个是爱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无谦卑的心的人是无可能去落去来。啥物叫谦卑？谦卑是啥物意思？咱会知腓立比书内面讲的谦卑的意思，咧特别走去看第二节，第二章内面讲着主耶稣基督是安怎谦卑的。主要说基督伊本底是有甲伊区别相共款的智慧，有相共款的权力，但非伊无坚持伊是神的地位，伊来甲世间来做人，为着咱的罪去死，就是讲谦卑的意思，就是讲无坚持咱人的权力甲地位。但是咱人常常只坚持人应该爱有诶物件，即、这个人应该对我安尼款，即、这个人爱应该对我安尼款。特别去到迄边时，迄人无对我安尼款诶时，我是安怎？是吧？会去落个袂？特别咱诶学着主要所提到安尼款诶时，无去坚持，无去坚持家己诶地位、家己诶权力诶时，咱诶心诶真啊放下轻松，真啊阔，真啊大，咱诶真啊顶去落起来。若是有时间，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甲第八节，会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安怎谦卑。落来咧是祈祷，应当毫无忧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有祈有祷告会无？
有侪人来无？较慢淡薄啦，这个是真啊侪教会啊面对问题，主日崇拜侪人，但比祷告会比较妙。无就是牧师的某、牧师的囝，甲一个规个执事来来去去，毋是，有就是无，来来去去就是安尼款个啦。安怎？咱无喜乐的原因是咱无祈祷。安尼简单，安怎讲呢？你有时间，你去看撒母耳记上，撒母耳的老母，伊头头安怎？伊无惊生，对无？伊翁的大宝，愈生愈侪，愈生愈侪，但比伊一个阮无，那啥物？伤心啊，结心啊，那伊向神祈祷，伊祈祷了后，你看伊讲咩？面无愁容，伊祈祷过后。伊种个个烦恼，伊问题交互神啊，完全交互神啊。伊个面无面长长啊，无苦瓜面啊。听即面，若是你今仔日祈祷了，阁是安尼烦恼，我鼓励你，搁再祈祷，继续祈祷。祈祷甲你个面无愁烦的脸，没有忧愁的脸。当毋是轻轻在讲几句啊，主要说。我将这个问题交你，阿妹，到就是安尼款。啊，我希望我的牧师安尼款跟你讲话，我甲伊讲物件是咧牧师啊，有哦。咱牧师家己个人敷衍呐，但是咱牧师个人敷衍，我人去买敷衍上帝，你明白？咱祈祷爱慢慢坐落来慢慢讲，啊，轻轻咧讲，人咧做一两笑话，咱咧讲啊无意义咧。阿门，要走了。要怎地讲讲？上帝咧无甲我讲话，不是上帝无甲我讲话，你无予伊机会讲话。我走了，走干了。安怎时间？神安怎有机会甲咱讲话？神无甲咱讲话，咱慢慢有去咯，有去咯，起来无祈祷，无听神的话，安尼简单。第六章阁有。要有感恩的心，带着感恩的心，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这个无感恩的心的人是无喜乐的人。安怎讲呢？咱无感恩，咱大家先看咱隔壁的人的厝住做住大间，房门住买住大间，车住大住大顶，无话住变住水，啊看家己边仔遐个风林铺住变住贵。咱甲咱隔壁来比一比，啊，逐个讲对面的草永远是较青，但你去到对面的时阵，喂，我是安尼比，啊，咱心那是甲比啊，啊，无去感恩，咱有虾米，咱去感恩，啊，怀疑较严重啊，不要为你没有的东西来投诉，为你已经拥有的东西而感恩。啊！我今天叫我教会安尼番做，十二月三十一号，咱礼拜末是有啥物 ？Watch Night Service 啊，倒数啊，啊，迄暝咱礼拜做啥物 ？New Year Resolution 啊，明年爱做啥物？爱有啥物？但比咱是无真正坐落来去算啊，思算神的恩典。一年以后，你有啥物？神给你啥物？你有健康？你有安全？你真好个工，啊！你无去算啊，无去想啊。啊！我真想明年爱有啥物？明年爱比迄个隔壁车佫大顶，大眼爱大粒淡薄，啊面爱较骨淡薄。啊！只爱番想，你心啊哪有去咯？所以咱大家真爱有一个点声，爱慢慢去降温啊。咱祈祷个时，咱真正做啥物？最后做我个即个，最后做我个迄个，我个即个。啊！你。有其他一个时间去降温咯。最后说，我为着你，我的身体，我的健康，我的家庭，我的教会，来感谢你。有无？真少，咱开嘴尔，一堆，一点，青夹袂见。神啊，我就是呢，甲神求物件，毋是错的，是对的。但比莫将神变 ATM， 其他哩就是甲插入去，等密码，然后走。安尼看，咱个甲神个关系变虾米啊？这是一个交易啊！
你给我这个，我就来教会事你。无好你，无我就走，卖做你的兄弟了，走，卖做基督徒了，走。兄弟们，感恩的心是哪种？那第六日，第六日还有一个点声，坐了慢慢去睡，心好你，有好多发现。那第六日怎么怨叹？怨叹是不是埋怨啊？怨叹啊，快第六日怨叹。这边有人有翘到旁边吃饭哦，啊去垃圾桶去找迄个钉去卖哦，啊无就莫怨叹。我第六日对厝的时，娶某对厝的时，有看到一个餐厅，一人老了，佫拎着一个迄个 disco 的车，第六日伊去找迄个铁啊，找罐啊，迄个物。我第六日看到伊，我感觉，哇，我佫有甚物物件来怨叹？有车大，有厝大，啊，教会有好家己，做安尼，咱有感恩的心。外口有真啊济人，佫是无有车在哦。若是有闲，啊，学生麦佫会晓带教会去宣教团，啊，你莫去欧洲甚物物件啊，去看，哇，比咱佫加怪水啊，哇，佮咱去看迄个比咱好的物件，莫去看迄、那个，啊，伊看比咱惨的所在。啊，带囡仔第一方面去，迄当今的囡仔咧，真啊厉害怨叹，找爸母讲，迄个别个囡仔有 iPad， 我咧无 iPad， 这个无，迄个无，啊，我带囡仔去看，真啊侪咸的囡仔，真啊侪缅甸的囡仔，当今因人头脑是圆的，啊，我古摆搁去想，这个缅甸的囡仔安怎无镭食圆啊，搁去捏头毛？特别牧师背后甲我讲，伊毋是捏头毛，伊是营养不良。有物件只啊头白，你看别人个囡仔，人囡仔是营养不良，咱个囡仔食伫迄些物仔食到安怎？人今个囡仔讲话真啊好聊个，啊，会跳起跳落，爬起爬落，真啊好聊。啊，别人个囡仔有时人惊着细细汉个迄个玩具个时啊，一心啊，哇，你看伊面，伊款笑容也是真啊自然，真啊天真。特别咱个囡仔个，不要感恩啊！含住金锁匙出生啊，无根本无根啊，草草本是根啊。咱大人不是想，咱讲囡仔个，大人不是为着咱一年内面，逐逐日心互咱含个结束。第八节最后弟兄们，凡是认识的、庄重的、公正的、纯洁的、可爱的、生育好的。无论是什么美的、什么称赞的，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想。特别是讲下面咧，这个爱有一个嘉宾思想。当然，袂使逐日去想迄个唔对的物件，搁骗我，迄个物件。啊，咱古拜无信主的点声，有真啊侪迷信的思想，对，啊，爱教员爱看日子，有着创无？爱出门不爱看日子，有着创无？爱搬厝，我爱看日子有创无？啊，爱做工，我爱看日子。啊，只要逐日看日子，也差唔多，干咧免做。啊，对。古拜皇帝出去拍仗，爱看日子。啊，咱新主过后，茫去烧这个物件了。我的老母啊，甲当今新主过后，新只三十暝时，这是个挂面。到电视机等十二生肖运程。甲讲我新主安怎新啊安尼款，然后讲。咱当今生命是在主的手内面，不是在这个人讲的内面。这个生肖是迄个啥物物件，我茫去想了。就是讲，咱今仔日茫去行咱古道，当老爸老母教咱的物件，带进来咱新的这个信心内面，茫去想这个物件。搁有啥物呢？咱当今教会内面，基督教内面有真啊侪不正确的。教义，真侪传道人讲圣经，毋知安怎讲，我毋知。安尼款解经本无，安尼款啊抽离经文本无。啊，迄个字叫啥物了？断章取义，叫断章取义。安尼款会使五日个，五日真五点钟。我真侪人搁暗暝下咧，你啊听得真爽。安怎咧？因为安怎咧？教袂人听。啊，讲祝福的话，新耶稣你就好势了，新耶稣你就生意兴隆了，
哇，家来讲好了，一帆风顺了。特别都讲着伊要悔改，卖听了，要悔改，要为基督受苦，爱为耶稣受苦，卖听了。啊，你看了我就卖听。特别讲好听是耶利米第二十九章十一节，神有一个计划，要计划什么？要赐福你的计划 ，plan to prosper you, not to harm you。安怎讲个就 OK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，神有一个计划要赐福你的计划，而不是伤害你的计划。啊，你看那个文的是，咱叫做基因啊，是个听。咱当今，特特是咱个思想物件是爱正面的思想，是真正圣经的教导，咱来去想。那是唔对的，咱莫去想。咱家己来去看圣经，就是来讲。但是咱真啊侪当今，家己讲家己是牧师，家己讲家己是传道人的人，真啊侪。在 YouTube 内面嘛是真啊济，但是咱家己无去鼓励，无去打比啊，你无用圣经的话去打比，你加了烧入去，骨骨里边上面变 cancer 哦，这个是咱信仰内面的 cancer， 骨量有事啊。你慢慢去看圣经，到这个时间，耶稣离开过后，真啊济假先知、假教师都让内面。好料的是安怎呢？你看袂出伊是假先知，这是阮会惊。耶和华真正能无门教的人，我无惊。伊会知咱看伊看伊拜登的在穿白衫穿外裤，迄个无门教。啊，我连费事同你讲啊，差不多就是迄款是差不多看上我人，讲的是上我人，上林根讲 sound like me, look like me, but it's not me。看上基督徒，讲话上基督徒，但并不是基督徒，迄个是你危险的感觉。我说是多咱内面咱唔知，虽然是咱家己无读圣经，内面无一个本拿比斯，咧藏啊，真是。我可能有无唔对迄个教导，慢慢咱就袂记录起来。只要一个曾经教导咪，我爱做这个神才爱路，爱做这个神才好。神才好，力量好路。那做这个，你才会使入去新天新地。然后慢慢，咱是有时未做着这个物件的时阵，那你慢慢去想，比如神同佫爱我无？神佫爱我无？神佫爱我无？神佫接受我无？我大家这样的话去想，慢慢有希望。但是咱无正确的这个神学啊，无正确的教义啊。咱袂惊苦，咱无，咱袂惊悲，咱袂有真正的喜乐。接下来，这样神所赐超过人人能了解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并讲神会赐予咱超过人会了解的平安，来保守咱的心思意念。这个保守是啥物意思？这个保守是像咱个银行看到迄个保安人员。啊！你番割掉迄个兵啊！你番卖互人来拍枪，咱当然有人来拍枪无？咱的心嘛是有可能有人来拍枪的啊！耶稣讲魔鬼是来偷窃的，也魔鬼是来偷，爱偷咱应该有的喜乐，来偷咱应该有的平安。特别咱有神的平安，超过咱的了解的平安，来保守咱的心思意念。当咱是人有。这个平安的事，咱就有喜乐；咱有喜乐的事，咱就有安款的平安。这是一个循环。咱记得多，咱认真，卖啥物啊？不要逃离上帝啊！卖想讲，你走掉了，你离开耶稣了，你 happy 了，无人管我咯，同去放生咯，无师无弟又无人找我咯。因为主要所讲，你离开我，你啥物拢唔是，啥物拢袂做，都耶稣以外无去咯。外口 disco 袂互你去咯，摇头丸袂互你去咯，白粉无互你去咯，股票袂互你去咯，股票互你心脏病，安怎讲？落去啊嘛。若是你买迄款高风险的，你搁惊烧着手啊？不会后悔啊！水压不是对的，要让起落，起落，起落，安怎会起落？
所以有多耶稣以外，今仔日若是你袂记得我讲的啥物件了，记，你记一句话：多耶稣以外，你找袂到真正永远的喜乐。多耶稣内面，才是有真正的喜乐。安怎带到耶稣内面？你话久，咱只去想，去解，茫吞啊！你去消化不良啊，咱就袂放菜啦，便秘啊，属灵的消化不良，属灵便秘啊。咱袂祝福人，袂将咱神予咱个祝福袂放出去，就是便秘咯，嘛属灵的便秘咯。咱爱有会食，爱会放，这里是个健康。也，罗坤大伯讲啥物？三日袂放菜来看罗坤嘞，无正常。像咱属灵生命嘛，是同款，爱真正去食，食入去，咱有足好，才会足，咱是有滴个人，咱个真正款喜乐，才会满溢出去，才会影响咱是有滴个人。无，咱大家去唱耶稣真正好，信耶稣真好，分一家，无必输。咱个真正做一个常常喜乐人，我相信。若是保罗坐了脚骨内面，会讲汝人爱常常去咯。咱无坐脚骨的人，阮会常常去咯。那大家即感恩，大家即汝起来的时，也是汝无时间，汝用淡薄的时间坐了来感恩，汝的心里无想，汝的心里慢慢充满，会满意有喜乐满意出来。阿门。阿弥陀佛。主要说咱感谢你，感谢你为咱死了十字架，为着有你的宝血来，予咱有新的生命，啊，予咱个清气的心会看会记录。主要咱爱做一个常常喜乐的人，咱祈祷你的话会藏在咱心内面，会帮助咱去用，会去做你的话语，予咱有真正做一个喜乐的人，予咱信有彼的人会受到影响。主要咱为着各位弟兄姊妹来祈祷，求你圣灵来喜乐，来充满人的心，让人会达达志。无管是有啥物无好的事发生，会保有你平安来保守咱的心思意念。咱感谢你，咱为着今仔日的这个时间感谢你，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。阿门。阿门。感谢咯。做哈，爱上上做咪？娱乐啊 ，Michael 啊，哎，爱上上欢喜，今日上帝话同人讲，爱上上欢喜，无论做咪任何，咱邀请一班的敬拜团队来，咱来做一个分享。那我一感动的是咩呢？